《终极警探》是一部经典的动作喜剧片，于1988年上映，由约翰·唐·麦克提尔·布什威利主演。布影的故事情做充了激烈的伊沃面还有趣的喜段。故事主角汉克恩·布什威利演是一位在工作的警探，因工作原因前往洛杉加前妻的圣哇，但他到宫里被恐怖分子霸占，他不得不是扮演极警探与恐怖分子战乐意生死搏斗。影片中部施威利的精湛表演和幽默的台感受到了与彼得 T 伊恩那一代人心中不可忘的点角色，同影片也在城中充分体到了面与感堪是一部成功的作影作品。极警探在上映之初就受好票房成也十分惊人，其成功的表也促成了极的制作的推移，不引以称内部点的作喜影。他的故事情和作灭也后的多影作品提供了更，如果你喜作影那么不点之作不容